火力松温泉，熊出没，耶 ，Let's go！ 5:01，现在我们已到达我们今天所要住的营地。今日我们的热情菇面决定还是夜泡，野溪夜泡。对，这是我们的到达我们的下面就是我们的立松温泉，堪称全台湾最美丽的温泉。最美丽的温泉，没错。Happy New Year！ 今天是新年2023年1月1号，由我们的高山黄明志阿雄来做我们早餐，辛苦了我们这些小作员。先吃我们的鸡蛋瘦肉粥，待会还是要今天早上再泡一波，就我们就准备回程了。今天新年我们就献给了立松温泉。好。2023年1月1号，新春第一炮，熊出没第一团，你看，熊出没第一团，耶！熊出没熊团，好，开始，今年一月一号的第一炮，有三位钻男，好，你前往温泉区，今年的第一个温泉就献给立松了，哎，好。平安顺心 ，Happy New Year！ 继续往前。那个可以坐下来，用滑的会比较安全。哎，用昨天的那个方式，比较湿啊。安全第一。好，到了，到了。好，那我们就出发了，下去啊、嗯。好，那上面平台比较好，这样，哎，上面平台。哇，白天很漂亮嘞。白天真的很漂亮，但差很多哦。对啊。今年的开春第一炮要准备回程了、哦、看这三个壮丁，让我们两个协作，赵龙跟我们的阿杰全程陪乘。当时是攀岩，驾！今天的第一炮是属于我们的了，哎、欸，我们是第一个，对，嗯，抢头香了，我们抢头香，对，你们第二，你们第二，新年快乐啊！哎、欸，哪里来玩的？我们了，熊出没。没有，哎，今天就我们而已。哎，你看一下我们的身影，抢哦，哦。2023年1月1号，我们熊出没熊团，好，即将从立松温泉，好，开始回程了。喂，成功，加油！我们从去年泡到今年，真的了不起。哎 ，OK， 也是抢头香。好，熊出没，出发喽！哎，哦。
绿松温泉解锁成功 ，Happy New Year！